过去你一个奸商还我1000金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。今天准备给我的无人机放个高级的动力模组，这玩意需要的材料太多了，我出了2天也只够制作5个的材料，要是出不了金就血亏。唉，老规矩，需要弄几把垃圾电刀。最好是做实际的近战武器，这玩意不用耗费稀有金属，又能省下不少钱。OK， 又是蓝色，可以开始制作今天的主角。哈哈，看我一发出金。这是意外，再来。我去，今天的运气也太好了吧，3发就出金了，还剩下2个模组的材料，以今天的运气感觉还能再出一个。一个字，绝。赶紧弄点普通材料电刀。我去，咋来了把金刀啊，害得我又要重新电。造孽。好了，3把刀制作完毕，继续弄动力模组。啊，连个紫色都不给。我去，都是蓝色，不会是刚才那把金刀把运气全吸走了，这就有点难受了。而且小强发现蓝色和金色的动力模组也就相差70点大力，搞得我都想把金色卖掉回波血了。不行，再弄2个模组出来，我就不信连个紫色都没有。Lady Go！ 我去你的，又是2个蓝色，看来真的把金色卖掉了。哎，去掉成本，小赚6万金币。No God, please no no！对了，各位有没有碰到下面这种情况？小强本来想去拆家的，结果破解卡都买了，但就是不给我入侵。后续我打完本又来试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不行，这下快乐没有了，以后都拆不了家了。小伙伴有没有解决的方法？救救小强吧！